嗨，我是 Sherry， 今天推荐一道超级方便鲜美无比的黑鱼片，免切免洗，薄如纸片，又称功夫鱼片。今天就试试火锅吃法，锅中加20毫升油，加适量火锅料炒香，加适量的高汤或清水，加入豆芽、青菜搭配。锅中沸腾后，鱼片加入汤锅，涮30秒，捞出开汁。鱼片紧实不散，无骨无刺，口感弹滑。这么省时省力的鱼片火锅，最适合跟家人分享了，你觉得呢？地道中国味就在杰克兄弟。